苹果日报啊，就是有讲到巧巧啦。不要。哎呀，有讲到迄，伊讲之前不是讲到有一个男朋友吗？虽然你讲无啦，顶一届不是迄报纸有写到伊的男朋友吗？啊啊。嘿啊，啊，佮迄昨迄报纸迄有相片有出来啊，讲。昨昏了。嘿，啊，讲迄个昨。我来无发的。伊无讲。啊，讲到迄个查甫婴仔手有一个戒指，啊，巧巧毛一个戒指，两个敢若是对戒啦。我唔知这代志。阮家呢？对这个事情呢，都唔捌讲起，哦，食饭的事嘛唔捌问伊，哦，也唔捌讲起个代志，啊，伊确实都去负责啊，对不对？后影这代志，我可能唔知啊，哦，伊感觉刚才你讲吼，有戒指我都唔捌看伊有戒指，你有看着着？看报纸，但是我唔捌看伊讲手挂这戒指在里面。对不对？哦，我没有看过他。哎，总统啊，顶届就是迄电视媒体，就是不是拢去找迄个查甫婴仔的相片嘛？啊，你有看过啊无？迄张相我有看。啊，你感觉这个查甫婴仔安怎？我没有印象。有烟斗还是安怎？烟斗不录音。会做代志较重要，心较重要。哦，哦，刚才看一个体无啥物录音。啊，总统，你有想过紧有孙仔婿？啊，你孙仔婿，伊有想较紧有无？无，我无咧想，伊就家己决定咧。我想讲，这孙仔呢，较早查某囝结婚，伊嘛家己自己去找呢。我无意见呢，我的想法是安尼啦。哦，你若准我的查某囝，你要去找查某，我嘛无意见呢。真正呢，你爱的人就好啊。啊，不是我要爱啊，对不对？啊，伊拢未甲你讲到这哦。喂，没有。在家里绝对没不讲这种问题。嗯，不过伊妈妈应该是会管较严，就很严格。我唔知。妈妈有妈妈的意见哦。啊，总统，你敢会烦恼巧巧结婚的代志？我唔捌问伊呢。看阿嬤看有問我，我袂問遐代誌。